等一下谁拿错的话，糟糕了。好，另一个动作，来，一个动作，注意看他们做对不对啊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哪里错？举手。这里有一个哪里错？哪里有的？谁说错？来，哪里错？举手。我说了一个对，又来那个错，有一两个人。错了，哪一个错了？哪一个错了？你觉得他哪边错？他没错，他这三个都错。对，哪一个？是啊。来，再我再讲一次哦。注意注意，注意要直上直下，垂直的拉，不要像他这样用甩的。还是真的？好厉害！直上直下。正确的动作是怎样？手势还有谁不会的？你呀，先问的人就是他。好，我先讲哦，下礼拜要考试了。耶！老师呀，没错，老师考错了，今天他没错。好简单，不想做。还有下礼拜是月考。对呀，好险，好险。老师成功了，下礼拜。老师成功了。